听说 Google 的语音辨识已经变得比较强一点了，所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是不是变得比较好一点。那我先在我的语言这边随便新增一个来做测试，新 Google 的文件。那我先把字改大一点，待会比较好看出来它的效果是怎样。然后呢，好，名称叫 test 好了。好，那它是平常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可以直接叫它的这边的内容出来做输入。那如果说新的工具在语言输入这边，它可以让我们去选择不同的语言，然后用讲话的方式来做输入。那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先找一篇文章来测试，因为待会会来测试日语跟韩语。那我们找简明日语好了，顺便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日语发音是不是比较 OK 一点。找一课，随便找一课，第九课好了。好，明天有体检，几点？从几点开始？然后从上午9点到11点，请8点半在这里集合。好，我们来试试看。第一句是明天有体检。明天有体检，好，从几点开始？然后第三句是从上午9点到11点。从上午9点到11点，然后是请8点半在这儿集合，请8点半在这儿集合。这里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发音比较不正确，再来正确的念一次，请8点半在这儿集合。我可以看起来其实还算蛮准的，然后请8点半在这儿，那个没有出来而已，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发音比较不准，但是整体来讲是还蛮正确的。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日语的部分，先把这个复制过来比较好念了哈。我和复制，复制好了。罗马拼音先留着，因为不是记得很熟。那把这个切到日文的部分，往下移动。日本语好。阿西塔，然后因为这个标点符号的部分，感觉是比较没有办法让还没有摸索出来怎么让他自己用语音去把它叫出来哈。我先把它切到日文的部分。那所以目前的这个标点符号的部分都是用系统自己的标点符号。好，那继续来这边看一下。健康診断があります。看一下健康诊断が，这里的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发音不标准。所以待会再来试一，再试一次，再来试一次。好，健康診断があります。这一次就对了哈。所以可能可以顺便一下，利用这个 Google 的语音工具来校正自己的发音哈。因为这里是会发浊鼻音，但是很不习惯。所以还好哈，那继续来看一下，
老师，哎，不是，老师是不小心复制到的这个老师啊，先生。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看一下它正确率，目前看起来还不错。狼吉卡达啊，讲错了，狼吉卡拉迪斯卡，狼吉卡拉迪斯卡。狼吉卡拉迪斯卡，哦，所以其实还蛮正确的。那最后一个五千，哎，先来念这句哈，狗真古吉卡拉，狗真古吉卡拉。是自己念错了吗？看一下，顺便看一下 Gozen Guji Kara G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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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Gozen Guji 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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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日语有那种音调起伏，所以有时候自己不是会念得很正确哈。再试一次 ，Gozen Guji Kara，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念得不正确，所以这一句待会再来念，标示一下，十一时，就一季，就一季季，就一季。就一季，就一季季。待てです。这里是变待てです，待てです，不知道，等一下。就一季待てです。哦，如果整句念的时候看起来是的成功率会比较好一点，而且那个音调起伏要念正确，它才会判断正确。那自己念的音调起伏如果不太正确的话，就会像我刚才一样，跑出来不太对哈。好，然后这边哈吉吉哈尼，啊，吉阿兹阿兹阿兹马德克达塞。ここに八ハニー甘つてください。吉不是甘つて吗？吉的话是阿兹，哦，阿兹马特，不好意思，好，把它删掉。集まってください。这里会有一个那个，等一下，先把它弄掉。集まって，哦，这边会有一个促音，那，可能念的不是很好。集まってください。那这里ください是 OK， 有促音出来，但是这里集まって吗？阿兹马德，看一下，不知道发音是怎样。阿兹马德，看起来都会翻成后真哈，后真的日语到底是什么？再看一下哈。顺便校正一下自己的发音 ，Google 翻译一下，让他自己侦测，然后后侦，然后，哎，也是阿兹玛，所以来输入一下哦，我可能是把它搞错了，阿兹，马，特，对呀。那它因为同一个音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它把它用成这个
所以发音是 OK， 但是所以要整句念可能会比较正确哈，所以要连起来练看看。阿兹马特，可可尼，阿吉吉汉，汉尼，阿吉吉汉尼，阿兹马特，古达山，可可尼阿吉。ここに八班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ここに八班まで。ここに八班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ここに八班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ここに八人半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好，所以这里可能自己的发音也是有一些问题了哈。那好吧，我们来看一下集まって，它的音调起伏一下好了。我们去查询一下外国语 Weibo， 然后查一下阿兹玛德，啊，对，应该是要去查这个音调起伏，声调词典。阿兹德行，所以是阿兹玛德，阿兹玛德，好，阿兹玛德，初音，然后过来，ここに八班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ここに八ここに八時半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为什么会这边都没什么问题哈？那就主要是这里的翻译的问题。古大赛也没有问题啊，古大赛应该是这样没错，来看一下，阿兹玛德，好，继续一下阿兹玛德，所以集合后增，对，那为什么？说来看一下自己的发音是。阿字啊，他把这个阿字应该是数的意思，数。阿字嘛，对，好，再来一次好了。ここに八時半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集まって。这边是感觉是没问题，因为是集まって。看一下它的音调，阿兹玛德的音调是不是这边是这样过来？那我们看一下后增啊，没有，
没有的话，好吧，查询，过去我查询微博。后真是什么东西？啊，芝麻。哎，没有标音节出来。哎，那是为什么会？好吧，这个问题再做稍微的修正，然后到底是怎样？那请日语比较正确的人去试试看。那 OK 的话，就可以跟我讲一下哈。Maybe 发音不是很清楚。好，那接着我们来看韩国语好了。韩 Google。好，先来测试你好了哈。안녕하세요。看起来是安妞哈塞有，对，没错。好，那我们来找一篇简单的来测试一下，单字测试是 OK 了。我们看一下韩语。找中间的好，第五课来看一下好了。好，那我们来。先稍微复制过来一下，待会比较好测试哈。好，那我们一句一句来，从这里哈，先把它放大一下，然后这一行把它删了，删掉，这样这一行把它删掉，然后。的格子把它自动好，这样测试会比较正确了哈。王立希，我勒玛尼也有。王立希，我勒玛尼也有。好，稍微看一下哈，所以自己这边发音可能不是很正确。那西说我勒玛尼也有是 OK 的。再来测一次哈，王立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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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希，奥雷曼尼也有。王立希，奥雷曼尼也有。这个地方不是翻得很好，因为或许是因为王立是一个人名，所以他不是翻得很好了哈，还是自己发音不正确。王立，好，王立，好吧，先暂时不理他，反正只是要测试功能而已。那来第二句。这个也是陈浩，然后陈浩孙浩西，奥雷曼尼也有。所以你看这个韩文的，他的名字陈浩先生，奥雷曼尼好久不见，就蛮正确的。那来继续下一句，欧迪耶卡有，欧迪耶卡有，都还蛮正确的。图书馆的卡友，图书馆的卡友，哦，还蛮正确的了。
汪丽希的牛。其实我这边没有，并没有发 p 的音，为什么会变成 p p l l l 汪丽，讲的不正确吗？再一次，汪丽希的牛。汪丽希的牛，这边就感觉翻的不是很好。扔牛，扔牛，其实这边应该是没错啊。扔牛，有啊，音，这应该是原纯音哈。能，这个字应该是能啊，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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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 maybe 自己翻有问题，或者是他自己翻不正确，所以再说了，因为有牵涉到。这种是一种缩短句，缩短句的时候它不是翻译的很好，或者是自己翻译不是很正确了。那我们再来继续好了。저는백화점에가요，저는백화점에가요。你看，如果是这种比较完整的句子，然后没有牵涉到人名的，看起来就会比较正确了，就会比较正确。那这个问句的话，看一下，백화점에왜가요？백화점에왜가요？백화점에왜가요？백화점매，哦，这是매了哈。这边有一个连音没有发到。백화점에왜가요？所以你看这个，它这边就是매，然后왜没有왜가요？왜가요没有念清楚。백화점에왜가요？对啊，왜应该是没有错，为什么去呢？백화점에왜가요？对啊，为什么这个왜都不出来呢？왜가요？백화점에왜가요？왜？不相信，再来一次。백화점에왜가요？왜가요？喂卡友，喂卡友。所以他如果你念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顿点的时候，变成他可能翻译不深了。我们再顿点一下，백화점에왜가요？백화점에왜가요？奇怪，这个唯这边一直都不出来，一样就是请比较懂韩文的去，不然就是变成你输入完的时候，比如说这样，백화점에왜가요？백화점에왜가요？就是在你如果发现它有漏的时候，你就是自己再输入一次吧。喂，喂，好，这个就对了。好。
Sir Sarukayo。所以这个诗的音感觉是自己发的不准，沙德卡有，对呀、啊。O sir, O sir, O sir, O sir。O sir。乌 Sir， 萨德，萨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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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可以自己校正自己的发音了哈，卡油，然后就可以自己慢慢校正自己的发音吧。我 sir， 萨勒卡油。我 sir， 萨勒卡油，萨勒卡油。哦，所以就可以 o s e r s a l o k a y o， 就是自己去校正自己的发音。所以除了可以方便我们输入之外呢，还可以校正自己的发音哦。感觉还不错，那各位可以试试看。